真耶稣教会劝慰词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劝慰蒙主恩召安息派请示弟兄的遗嘱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世人的年日如草一样，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。但是我们却依靠真神的恩惠，蒙主耶稣的救赎，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圣经上记着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血气的身体死了，将来必复活，成为灵性的身体，被主迎接到天堂。感谢主耶稣，我们所敬爱的太景士弟兄，在世蒙主选召，重生做主的门徒，虔诚侍奉主，打过了那美好的仗，跑进了那当跑的路，守住了所信的道，如今蒙主恩召，归回乐园安息，安静等候主的带领，借着圣灵复活，成为灵体，被迎接到空中与主相遇，享受天国永生的福乐。我们主内的同龄当为此齐声赞美主，感谢主，并祈求主耶稣施恩安慰太景士弟兄的遗嘱，愿主耶稣引导遗嘱，使他们能追随先人所行的正道，将来一同在主耶稣的面前相会，永远在天家团聚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教会代表翁浩健，主后2013年3月31日。中华民国总。